什么爷爷挖啥子？挖麻耳花呀！你看嘛，只有长得好深了嘛。你还转不动的，你歇一下，等我嘞。怎么你歇会儿嘛，我嘞。我管事的，我只抓都抓完了。怎么嘞？你提着这个，我来，你歇会儿。我玩，我歇会儿嘛，你看你好热哟。我你提的爬海呀，听着我爬海了，人家拉的口了哦。就在我跑到河根口了，我去了去了。我晓得你喜欢，我才拿起过来的，你是上事儿。弄多。这点东西嘛，多些年是没吃了，那会儿当娃儿那会儿来吃的不少。你那会儿都可以搬来吃个。啊。看来是每个农村娃儿小时候都可以搬个爬海呀。这爬海的君子爬那几个麦都好美的。麦啥子了嘛？我挑一身体就过来是喊你上会儿的，但是我只要两皮排骨，我也拿起过来，那喂喂个汤哈，那不？喂啥汤哦？弄来煎来吃。煎来吃。啊。然后我那煎吃的好吃的嘛，喷香的。你熬得动不？熬得动，我干粉能熬得动的哇。嗯。但是煎一煎的确实要香点。啊，然后我都弄来煎来吃。那么你歇会儿，我提起去那打人去。井水都清凉得很了。爬海那打针去，老板你歇会儿嘛。看啥子？弄大太阳是表的热呀、啊。切点配菜，那炒了头，土豆。再切点黄瓜条条嘞。土豆儿也过下油锅，好，可以了，搂起来。今天我就整个香来排，先下油锅去炸一下头。还没炸过，那会儿没问谁，煎了油都没放火堆，还煎几味。那炸过了嘛，那煎的更香噻。炸得金黄酥脆的，搂起来。撩下去炒香，扒开去炒碱，配菜倒进去，放点盐巴和胡椒粉儿。哎呀，又香又来的，起锅了。哎呀，蒸一盆呗。那么来嘛，盖一下嘛。好了。你下次搞的东西就多捏点来吃。好了。样子香啊，比那会儿我捡的时候香的。做大脚头边的鱼才巴适。哎，这头就好多。那么你吃得动吗？我吃的，我是你呀。那我又不讲你哈。搞什么？你看我个人搞得动吗？那么那么的鸭子好好嘛，明显干过的，爬海就有点高的动，干粉儿高的动。再好大头转眼都。
有香有脆，